哈哈，小伙伴们大家好啊，我是阿阳，我又回来了。双监管者模式呼之欲出，大家觉得最强的监管者拍档是谁和谁呢？快快在视频下方留下你的想法，和阿阳一起探讨一下吧。今天叫了七个姐妹来这里找丑仔报仇，想当初我们四个人打不过你，今天叠起来压都能压扁你，组织瞧吧你，先把你这破宝贝椅子给吹个稀烂。又是哪个不长眼的家伙拆我椅子？我拆的，怎么样，来打我啊。什么玩意儿，畜生，你还长了这玩意儿了？咋咋爱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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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咋咋爱妞。我无知的年轻人，也不看看这里是谁的地盘，带着一群人不请自来就罢了，上来就拆毁裘克先生送过来的礼物，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？看在你还小的份上，你就在那反思反思吧。这力量太恐怖了吧，难道他就是传说中的黄衣之主？丑仔什么时候和他好上了？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工具箱我是不敢提了，得赶紧想办法回家，惹不起还躲不起吗？咋咋爱妞，咋咋爱妞，咋咋爱妞。哎呀，这怎么还没完了呀？哎呀，这电话亭给谁用的呀？怎么这么高？喂喂，爸爸，快来湖景村小门接我啊。没什么。哎呀，你快先来接我回家，我回去再给你解释了，局长，拜拜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快点去小门等爸爸。哎，海伦呢？你怎么也给捆这儿了呀？还不是都怪你，惹个啥不好，惹个这么大的麻烦。一个小家伙，让你待在那儿好好反省，又想跑出来做什么妖啊？哎呀，海伦呢？你怎么能随便开枪啊？什么什么？你这个……哎，你什么？你还不赶快溜！站住！海伦呐，你怎么又乱丢东西呢？好一个海伦呐，我记住你的名字了。你记，反正不是我的名字。溜了溜了。